起来晚了，一睁眼睛5点了。这家伙昨天晚上在夜市，身上有好几个包。哎呀妈，家里面进两个蚊子。这家伙，哎呀妈！现在5:10了，朋友们，咱上红砖街啊，上红砖街。哎，昨天晚上先做一个这个码，咱也不知道这个码啥用。有个健康码，有个行程码就行呗。非得把健康码、行程码。那个支付宝的收款码，微信的收款码，4码合1，4个码，整一张纸。我这家昨晚出完夜市啊，这家到家7:50了，7:50我就找复印社，找了一圈复印社，才找着复印社把这个打上。这红砖街要求啊，要求这个，我今天早上起来晚了，这家，哎呀妈，这一大早。行啊，幸好饼不多呀，70多斤饼。哎呀，咬了好几个大包，这晚上找蚊子找半宿。3点多钟，这蚊子找着了，这家伙可早啊！哎呀妈，嗡嗡嗡，就在你眼边转悠转悠。哎呀妈，3点多钟找着了，打死了，拍死了，拍死了！我早啊，眯一会儿吧，眯一会儿，这一觉干到5点。哎，这家伙一睁眼睛，通亮了，外面都。嗯，到早市了，摆的是满满登登啊。找地方能好找了，昨天打电话给咱留地方，但是不知道摆哪儿呢。中间能让摆了也不是，就摆边上得了，摆边还便宜，摆边20块钱。但是边上我看这家挺满的。边上挺满呐，这边上。你这边管理员安排的？啊，他安排的我。他说我前面这不安排人了，我这边是不是？我摆那儿了。啊、不是，我摆那儿了，他不让，给我发过来的。今天摆不上了，没招儿，我咋整啊？我估计不想摆这儿。你说他妈这边怎么摆摊的？拿29，29。这边前面这边都是，这边前面本来那边就摆到那儿。他给我安排的，我摆那儿了，他给我搬过来，让我搬过来的。这来了，你问问他。我这挪好挪。前面给关注堵死了吗？关注了，我这不俩号啊？啊？什么都不堵死了吗？那你先过来看看，放在那。那我那堵死了吗？堵死了，就在我们家那地方这边。我将就了，你给你，你不来我就买，来我就买。来我这卖个命，知道吗？我都掰小了，来摆大架了。我考虑你了，我现在不往那卖了，人不都走了，他这小摊子。1袋6块，2袋10块钱。道理百年大早市，朋友们啊，摊位摆完了，今天来晚了，边上没找到地方，边上是20块钱，啊，中间还能摆，还行呢，中间就是贵点30块钱，咱就70多斤饼，有点不太划算呢，不太划算也得来呀，每个星期三嘛，你必须得来红砖街，是不是？费用都交完了，30块钱，咱的摊位啊，就这些饼，70来斤啊。摆在这块儿，那块儿卖杯的，那大姐还不愿意了，不愿意你找不着我，对不对？管理员给我安排地方，钱我也不少花，是不是？他说咱这摊儿等他了，没招啊，没办法呀。红砖街，朋友们，红砖街大早市儿正要开始上人，现在能有5点半呢？能有5点半吗？吃生命，吃生命啊！没开张呢。大叔，你那油炸糕应该还是卖1.5块。为啥呀？
那1.5不照样火，嘎嘎火呀！原材料这么贵，我还涨价了，原材料涨价了。你问他，他家小豆多少钱？对，涨价了。原先的小豆多少钱？哎，涨了是吧？原先小豆4块来钱，但是后来涨到最贵的时候涨到9块多钱，现在还降了点，才8块。多少钱？涨一点了。啊？不是以前那么贵呀？贵到9块来钱。生意是不好了。哈尔滨第一面食胖子油炸糕，大叔都开始卖单了呀。平时这点哪能卖单呢？哪能出溜子都忙不上都，忙不过来都。来2斤10块钱。不是你这个一袋是多少多少？1斤10张饼左右。10张啊？10张饼左右，还有9张，还有10张，还有11张的时候，它是按斤装的袋，不是按张数装的袋。一袋是1斤，2袋是2斤，2袋2斤10块钱。来，2袋2斤。对，10块钱。来俩，你是不是就那个网红小子啊？就是老百姓记录下生活，谢谢阿姨支持啊！看过我视频呢，谢谢阿姨。1袋6块，2袋10块，2斤10块钱，2袋10块钱，对，1袋1斤，2袋2斤。来，抓紧时间挑了，来熟的，来俩大哥。凉快点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回家看一下就行了，起码冻着点。好了，阿姨，来2斤，你没听错了，2斤10块钱，抓紧时间挑了来，2袋2斤10块钱，冻起码冻上，阿姨啊，别忘了啊。慢走，2斤10块钱，2斤10块钱了来，抓紧时间挑。来，就这点数量不多了来，1袋行啊，1袋6块，哥。5块钱5块啊。6块，2袋10块，我今天货少。来吃抻面，吃抻面了，来抓紧时间了，来吃抻面啊！1袋6块，2袋给10块，抓紧时间挑了，来2斤10块钱，2斤10块钱。小志大哥，吃不完冻上点没？你要别忘了啊！吃不完，3天之内吃不完，能冷冻1个月啊！别常温，过了3天之后别常温了就，常温怕坏啊！大哥你好。家没有蛋饼吃了，1袋6块钱，2袋10块钱，20张饼左右，2袋10块钱。好嘞，好了，大哥。吃的挺好吧？过两天，我这上货也谨慎，怕走事停。对，怕走事停。我也是。啊，慢点啊，姐。5块钱。上车，你卖啥的，大姨？啊，爆破。1袋6块，2袋10块。6.35，这家挺艰难呐，啊，挺费劲呐，得亏今天饼不多呢，这饼多呀，我看够呛啊。那这个市场咋的呢？这个市场后进组，上人晚，后进组，常温能放3天，冷冻能放1个月，2袋10块，1袋6块，美女。来，抓紧时间挑了，来，就这点数量不多了，来2斤10块钱，2斤10块钱，来，有吃的赶紧赶快了，来，抓紧时间挑了，来2斤给10块，2斤10给10块，每个星期就礼拜三来。好嘞，姐，吃完一定给他冻上啊，姐。来，2斤10块钱，2斤10块钱了，来，我给你拿饼，美女，你尝一下豆。吃不完一定给冻上，对，3天之内常温能放3天，然后你就记住，吃不完就给他冻上，3天之内。对对对，一热就完事了啊！拜拜啊！每个星期咱就礼拜三来，有吃的赶紧赶快的了，回家吃不完就给他冻上点，姐啊！来，姐大哥，2袋。哎，你看吧，我这我给你看看，别整少喽，怎么卖呢？别整少喽，1袋6块，2袋10块。你俩一人省1块钱呗，省一人省1块钱，你俩完事了，给你完事了，1袋6块，2袋10块了，来，俩人拼了，来2斤10块钱，抓紧时间了，来几个，来，没有吃的了，来，你听小伙的，小伙每个星期就来一回，昨天剩的，这是昨天做的饼，今天最新的日期，还最新的。昨天进货100斤，在夜市卖20多斤，在这剩10多斤，那最新的饼啊！好嘞，阿姨，下个星期三找小伙来啊，咱不见不散，单聊。放心吧，姐，
小伙子做生意就是一级遵守的什么原则？诚信方可赢天下，对不？是吧，阿姨？你做生意你糊弄人，你还能总糊弄吗？对不对？长久，对不对？就长久，是不是？糊弄不满了，绝对不能糊弄。咋卖呀？一袋六块，两袋十块，阿姨怎么了？二斤十块钱。一袋两袋三袋四袋五袋六袋，来最后六包春饼。姐，家有没有春饼吃的？能减一下吧。一袋六块，小伙今天这十块钱给你两袋，不是今天，以前也是。十块钱两袋，拿吃去。他家好吃，我俩要买。看着我姐，我可亲切了。怎么不想买了？看着我姐，我哎姐，你这衣服好看吗？姐，啊，这衣服真好看。卖你了，先卖它。好看呢。真是虎子。卖它。我那是快七十了，哪有那四十？七十了都啊？那你哪像啊？你哪像七十岁呀？你说身体五十多少斤？来说了，来说了。最后两包，一人一袋五块钱，来姐，这谁给我的五块？我的。啊，我没，姐别着急，姐别着急，别急眼，别急眼。是，你看你刚说两袋，那你说买一袋是六块。对，你俩一人五块，你俩这不拼上了吗？我这小伙子忙一早上有点精神，不是有点记性不好。阿姨再给我扫五块钱，我就完事儿了。这冻着呢。我早上三点的时候就醒了，阿姨，这找一宿蚊子，给我咬着全是包。阿姨理解就行。啊，这玩意儿吃完吃不了能冻啊？能冻，阿姨，能冻。好了，阿姨，我给你拿袋装上啊，我净手了。229的现金，其中100块钱找零钱，朋友们啊，咱净手了啊，净手了，微信还收了200多，70多斤饼啊，摆到八点钟，到八点了，还八点过点，还没到八点呢，啊，没看时间呢，啊，后来直播了一会儿，7点钟开始直播，一直直到8:20啊，一直直到8:20，再回家，朋友们啊，回家边吃边聊。到家了，朋友们啊，在楼下买了两屉包子，猪肉香菇，这大哥这小蘸菜火整的放醋了，放多了。今天晚上直播的时候，最高人600多人，我当时有点懵了，这些人呢？嗯，600多人，哎，今天是第几场直播？第五场直播是吧？第五场。还行，春饼都净手了。做实体，以后做实体朋友们，做实体必须跟这个短视频结合，这样才是有发展，真的是这样。
你看我这两天直播有多少就是没看过我视频的朋友，看我直播，在附近看我在这直播呢，卡来买我饼，知道吧？所以说，以后做实体朋友们必须跟这个互联网这个短视频相结合，才有发展，才有未来，而且树立自己的品牌。但是必须得坚持一步一个脚印的，踏踏实实的这样去做，做好货，然后性价比极致，性价比高的，你知道吧？坚持诚信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朋友们，拜拜。